唱呢首歌真系有少少窒窒地啊，有啲感觉啊！我仲记得上一次应该系另一个更深刻嘅片段嘅时候，唱呢首歌系好沉重嘅。嗯，我都记得。系啊，好紧张嘅。啊，我哋诶介绍下自己先啦。系啦，有 Lillian 陈海彤 ，Hello， 系 Jason 钟欣贤，系啊，同埋有林德宝老师 Miss Lam，Miss Lam， 系啦。咁今日我哋点解喺度咧？系因为金浪音乐文化嘅 Music Show 啦 ，Music Live 咧嘅第三集。咁我哋今日有一个主题嘅，就系 Sita， 系啦，我哋嘅其中一个同学仔啦，系啦 ，Sita 陈希怡啦。嗯，因为佢点讲咧，即系。他的歌他的音乐是我相信在我们那个年代是大部分的人都可能会听过，因为是很多很经典的 歌啦、但其实呢除了经典的歌很多 side track 都是很特别的，很好听的，有些是即 有一点感觉是觉得、啊、有些 被遗忘了样、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找了几首、他的一些 side track 的歌啦，还有、一些很好听和大家都熟悉的歌去送给大家这样。是的，还有、啊、我想说回这首校歌我已经飘走了，我觉得我们。因为其实呢刚刚我们唱的那首歌叫上个星我爱你啦，其实呢是叫做我们金乐音乐文化的校歌啦。没错。我们访问一下 Miss 这首歌的由来是怎样的呢、在我们、即是我们學校的25周年咧，咁我誒、有一日就係 Sita 咧，就喺我哋個 gathering 裏邊咧，就送呢首歌俾我。哇！嗰日就梗係搞喊曬大家啦嚇。係啊，我記得。係啦，係啦，嗰陣時都仲好細個啦嚇，真係好好多年前。咁咧就誒好得意嘅呢首歌咧，首先作曲咧就係 Sita， 跟住咧填詞係 Jackie 仔，跟住咧誒好神秘喎，佢哋咧就偷偷地誒喺誒。放曬工，即係我都走埋 ，Andy 仲要咧，攞埋個書包咁一齊鎖埋門就走啦。好啦，走咗之後，原來佢翻嚟偷偷地做呢首歌。咁咧就阿 Queenie 啊，即係阿喬恩啦。咁佢又做即係編曲編唔係編，佢係將佢譯做去譜，跟住就掟俾 Andy 就做編曲。咁就偷偷地就整成呢個細成品。咁就喺25周年嗰個 gathering 咧，就送俾我咁樣，搞到嗰日好似我生日咁啊！咁嗰日其實真係好感動啦。從此以後咧，我就命名呢首歌咧就係校歌。
所以就是一首效果的诞生。冇错啦，吓。嗯，咁啊，头先我哋讲开啦，话Sita 系当时咧系其实有好多歌都非常非常 hit 嘅，嗯，例如忘川啦，系啦，系啦，即系好多唔同嘅歌啦。咁啊，今日借住呢个机会啦，我觉得我哋都可以过下印象下啦。嗯嗯嗯，不如我哋嚟忘川。好，忘川。就似夕潮，你去你，遗憾留在千千里，仍然挂念你，奈何他跟你一起。你劝我开心，天天开心，新恋爱趣事光临，遥遥万里那个人已有爱人，我却是个路人。春河里，随潮浪中死去，再别觅寻，流逝回忆，回望如往昔般遥远，何伴那钟声却又很近。这首歌呢其实都是当初是九年前，其实是我们金浪的同学仔全部一起都有学过这首歌。对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当时一起录起了这首歌的，是师生悼念版，师生悼念版送他最后一程。还有很多谢黄伟贤导演，当时他是都是冇收到錢，幫我哋即係造就咗呢個 MTV。咁咧就其實係一個喺 YouTube 裏邊都可以重温呢一個歌嘅。但係我哋會唔會有啲 link 可以打喺前面俾佢？係啦，或者我哋之後咁劈佢。係咁可以重温翻啦。如果講要講嘅故事好多咯，咁我哋唔緊要，俾時間你講，你講啊，你想講可以講嘅。好多嘅，你唔係人哋都係想聽嘅。即係做呢首歌嘅時候咧，咁唔好講話呢首歌先啦。首先佢 Sita 離開咗我哋咧，我就好冇用嘅，淨係得即係識得喊咯喺度啊。咁跟住咧就有啲同學仔知道我，因為我係寫書
係咪在行啦？係啦係啦，因為一路長期都有寫書。係啦係啦，咁跟住咧就話：哎，咁 Miss 不如你寫，點解你淨係即係對佢個表達，不如你用本書啊？咁我淨好似哇，當堂係啊醒啊！咁咧咁跟住咧就寫咗呢一本。有曬佢嘅歌係啦，咁咧就出咗呢本書啦嚇，咁跟住咧就係、是、就多得嘅嗰陣時候 Queenie 啦 ，Queenie 就做佢嗰、那個碟嘅 MTV， 咁跟住就阿黃導演啦，咁跟住話好啦，我哋就即係做即係當係唔係計錢啦，咁我哋做呢樣嘢，我嚟做紀念啊 Sita， 咁咧跟住佢就會好有心機將佢Sita 啲相啦，我記得你睇翻嗰個字，即係嗰個。影片的最後咧，佢係會相對嘅。譬如話一個同學係面對呢邊，咁啊 Sita 就會面對呢邊。咁你睇翻係好特別嘅，係啊，就係係咁樣啦。嗯。啊，我發覺咧，你冇發覺 Miss 講嘢咧，佢永遠都淨係多謝人哋嘅。係啊。佢唔係啊，因為佢寫呢本書嘅時候咧，即係其實都唔使講啊，都知道一定係一路寫一路喊啦，一定係非常之懷念同埋傷感啦，好多回憶啦。係 啊， 啊，但係其實你都知道咧，你嘅功勞都係非常之大嘅，因為係。你先至可以將我哋咁多金浪嘅同學仔咁樣 gather 埋一齊，即係譬如好似當我去認識 Sita 啦，咁當時都係其實喺度學唱歌咧，我喺金浪其實學咗超過十年啦。咁以前嚟學唱歌嘅時候咧，真係好簡單嘅，即係放學咧可能孭住個書包咁就走過嚟。我仲記得以前嗰段時間咧係。Miss 喺歷史會擔心人哋係冇飯食嘅，跟住即係佢 care 我哋嘅好多嘅行為咧，好似一個媽媽咁樣。咁當初我去認識 Sita 嘅時候咧，就係因為喺度唱歌嘅時候 ，Miss 話：，咁你都即係幾中意咁樣啦。咁啊，其中一個中意嘅學生啦，咁啊，俾咗好多機會佢嘅同學仔啦，即係想學咗嘅嘢，真係可以發揮出嚟嘅，去實踐嘅。咁就安排咗我哋去咗一個酒店嗰度唱歌。咁咧。其實我同埋 Sita 嘅緣分咧，就係我哋喺負責唔同嘅樓層、唔同嘅單位。咁我係泳池組嘅，因為我係為喺泳池度食 buffet 嗰啲人唱歌嘅。咁 Sita 就係、是好似係地下係啊，地下音樂廳嘅佢係係最 elegant 啲嘅。咁當時有一個同可能酒店嘅老闆食飯咁樣啦，咁就咁樣認識咗，即係我哋第一次嘅見面，其實就係一個我哋可以類似係一個暑期工嘅地方咁樣認識咯。即係認識嘅時候 ，Miss 話：嗱，你哋兩個都係同學仔嚟嘅，咁啊大家。都好啊！我仲記得嗰陣 Sita 佢仲話：我係大姐姐嚟嘅，因為我3歲就嚟學唱歌噶啦，咁樣3歲嗰啲，因為3歲就嚟學唱歌。其實佢一路就係成日同人講話，我3歲咁啊，就算有啲報道，佢都係咁講啦。佢係好謙虛咯。3歲嗰陣時候，其實佢係佢爸爸媽媽嗰代學唱歌，跟住拖住佢嚟，佢喺側邊啦啦3歲咁啊，聽佢爸爸。媽媽唱歌，跟住佢口噏噏就會識唱，所以咧就會好深刻嘅印象咧，就係咧佢哋3個人咧就唱《三人世界》，咁佢已經識唱噶啦嗰陣時候嚇，咁變咗其實佢自己真係長大自己自立學咧，其實係10幾歲嘅，即係讀緊中學嘅記得，咁但係佢一路都係非常之謙虛啊，成日同人講話3歲3歲，好似學咗幾廿年咁。係啊，因為我哋其實個個都學咗唔止10年啦，跟啲時個個都咁謙虛啦。好細數啊，媽媽。我話補細啲，補10年咁。唔係個個都好謙虛，其實你根本佢哋有職業水準已經係唔好早好多年前嘅，但係只不過佢一路維係住一路唱歌，得閒就翻嚟唱歌嚇，咁啊特登呢啲時間佢又入埋數，又話學咗咁多埋數，所以係即係好感恩咧。我覺得學習嘅氣氛嘅問題啦，因為譬如我哋同 Miss 咧，你見我哋咁樣傾偈咧，即係。真係好似朋友咁樣嘅互動啊！即係好多其實好多嘢都係會互相影響嘅。咁你係點識 Sita 嘅咧？我係記得25周年啊，係咪？就係 Miss 頭先講想講一聲我愛你嗰首校歌，咁我就第一次見 Sita 啦咁樣。咁佢俾我個感覺都係因為佢嗰陣已經出咗道，咁就係一個原來就喺 Miss 學校度就係學生同學咁樣，係咁樣咯。一個很簡單的一個認識，係啊，好似 Andy 都將呢一個酒吧嗰日嗰個情形咧錄咗，係啊，應該都喺網上係啊，你又可以重温。咁又係劈條片出去，咁啊可以大家睇下啦。因為其實今日呢、這個我哋呢個 Music Live 咧，其實係好純粹嘅，就係、是、想一起揾個主題唱下歌，同埋順便去。紀念佢啦，咁啊，所以好多回憶嘅嘢咧，我相信好多可能有關心或者就算係未認識 Sita 之前嘅人都可以睇翻，因為你可以見到係一個幾咁活潑啦、有能量啦、純真啦、開心啦、好有才華嘅一個女仔、一個香港歌手。係
系啦，美言康康，美言康康，我哋嚟下一首《爱的剧本》。好。也许演戏真的很适合我，总笑着慢动作，再到泪水滑落，不过是看着幸福路过。以为情侣只是临时角色，有没有没有错，够不够深刻，在肩头前快乐，在转身后沉默。也许我该配合你的风格，好像我是你的，而你是谁的？如果剧本没有爱我的角色，结局不是欢喜带一点苦涩，忘了告诉自己一切不过是一场戏，落幕前心意给甚至小幸福在回忆里播放，或难忘了谁在眼眸中闪光，我慢慢的品尝，把记忆剪成片段珍藏。我不应该开口这首歌是Sita 其中一首国语歌啦、其实在他的专辑里面刚才我都说即 有提到、他有很多大家耳熟能详的歌啦、但是这首歌是我在他这么多首国语歌里面我是觉得自己都是很有感觉、所以我很喜欢很投入咯我觉得你唱得还有他很多歌呢那些歌词呢我都觉得好故事性都很好的即特别是、可能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人年紀開始慢慢大咧，睇翻以前嗰啲嘢咧，你都係好後生啫，十八歲。啊，同邊個比咧？不過唔係即係年紀唔係問題啦，只不過係可能睇嘅嘢真係唔一樣，即係以前睇嘅 Sita 同而家睇嘅 Sita 真係覺得啊好，即係佢留低呢啲嘅作品其實真係好有意思嗬，因為其實一個作品咧真係留一世嘅，即係好彩佢真係留咗好多好好有心機、好好特別係令人哋會係。
感觸的回憶俾我哋咯。係啦，即係就算我哋今次咁樣唱翻咧，即係好多時有啲片段啊，真係會湧出嚟嘅。係，同埋成日見到你皺住眉頭，眼濕濕。啲事唔好喊啊！冇 ，OK OK， 好開心今日可以即係有你哋兩個一齊同我大家重温佢嘅歌咯。嗯。咁跟住咧，紀念碑啦，咁好記得咧，佢嗰張大碟。即係佢第一隻碟啦，第一隻歌去錄音咧就係紀念碑。咁當時咧佢就我知佢去台灣錄，所以第一首歌佢特別緊張嘅，就用好多心機就擺喺呢首歌度咯。咁都睇到佢係越錄越好嘅。啊，咁啊錄到我記得有隻係阿麥磊做監製嗰首歌咧，Crazy Love 啊，我嚟我要 check 清楚先。咁嗰首咧，總之佢係一個鐘頭搞掂，所以我都覺得真係抵賺嘅啊。咁我哋而家可以試下唱紀念碑。好啊，我嚟啦。好。让昨日安梦再现再结果，相爱最后心里烫了一度，大话被揭露，的是着哭诉，恋火寄望太高，原来输得更加糟，听说越爱越会伤痛与结束，这个道理却不入脑，仍然拎得起放不倒，仍爱着你逐渐欢喜，仍爱上你，太可悲。就算当天街阁下冷战滋味，还笑着的想起。着哭诉，恋火寄望太高，原来输得更加重，听说越爱越会伤痛里结束。 Oh no， 这个道理却不入脑，仍然拎得起放不倒，仍爱着你记得起，斗着气，为何却逐渐欢喜？仍爱上你，太可悲。就算当天街阁下冷战滋味，还笑着的想起。反战都将过去，回忆都偶尔偏差。再骗我妒忌看你的花， oh, oh, oh， 用尽我心血仍赢不到你爱一下，如何伤心你在厌吗？明年今天你好吗？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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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仍爱着你生气亦美，来年怕夜深的气，仍爱上你，太可悲。没法今天街角共你再相迎，流眼泪都心碎。我好記得咧，我第一次聽呢首歌嘅時候咧，我係有喊嘅，因為咧可能即係其實以前啱啱識佢嘅時候，其實我哋唔算係話特別係溝通得好多嘅，但係我唔知點解咧喺呢度上堂啦，呢度識朋友啦，我見到每一個人咧由即係
唔理係佢出道先定我出道先啦，但係望住一個人咧嘅轉變啦，譬如就算你都係啦，我無啦啦會浮現咗嗰啲回憶出嚟咧，即係會諗起，我覺得好好。即係好似你最近你同我講我send翻啊 Lillian 同佢喺 Facebook， 哇！原來我哋係有合唱過，咁我真係有睇過你 send 出嚟嗰樣嚇，你覺得你就為佢打氣嚇，你跟住你話 proud of 佢嘅，真係㗎，係好好，即係唔會有私心嘅。總之邊個得嘅，大家都好開心。你即係講一樣嘢就係，我哋可能我哋大家之間都唔會好計較，即係你其實你知道喺每一個地方啦，每一個行業都好啦，每一個環境其實好多。人都會 有比較會爭，但是我們可能因為我們不會見得很多，但是當每一次一來到這個環境呢，走入到這個房間的時候呢，真的會我不知道怎樣形容，你明白說什麼，手都震了，我真的會絕對絕對明頭，所以你唱得很好，那首我都很感覺到這首歌是有一種力量的。 我都記得我唱這首第一次唱這首歌是我們中秋節金囊中秋節，咁嗰陣時就係啱啱 Sita 過身，無奈，我仲記得嗰日個月亮係喺正前面。當唱到最激昂嗰一句，係真係好似係同緊佢講，即係我呢一個係我嘅感受啦，即係喺我唱呢首歌嘅時候。即係頭先我感覺到你有係啊 feel 到，即係我唔想講到自己好似懶型眼鏡咁，但係我頭先嗰下我真係唔知點形容，即係一下好似我覺得佢。即係佢會好似有參與俾我哋有聽，即係佢都唔想我哋唱得太樣衰咁。即係我有時唱曬咁望得佢幅相啦，即係呢時有放曬會懷念啦，係啦，即係會懷念啦，但係傷心當然係都仲會有啦，但係會想念會比較多咯。特別係嗰啲相咧，係即係好似喺度望住睇住你嗱唱嗰啲啊。係啦，仲有看到嚇佢嗰啲 poster， 林先生啊，點解用先生嚟形容呢，就證明咧佢咧就跟佢媽媽嗰代，因為我哋嗰代咧就唔嗌老師嘅，啊咩先生教你啊，先生即係老師，所以佢係特登咧仲用林先生呢個嚟形容佢自己幾資歷幾老，即係老資歷。你將 poster 夾喺兩張 Sita 嘅中間。係，我都有啲咁嘅。之後我哋可以俾翻個 shot pan 翻落去啲 poster，因為其實都好有意義，我覺得呢啲。係啊係啊。因為你睇下，其實咧每一嗱，即係我講一講呢度嘅環境啦，係好多學生佢哋出嘅碟啦，咁都會有 poster 啦，入面有啲文字啦。咁當然入邊嘅文字係寫俾 Miss 啦，譬如同埋有鏡頭後邊嘅 Andy 啦。咁即係好多呢啲嘢咧，係我哋成日睇住咧，或者即係我覺得譬如文字，頭先講開話寫書又好啦，就算做音樂都好啦。其實呢啲文字音樂嘅嘢咧係。好打動人嘅。係啊，嗱，鍾嘉軒嗰張啊喺出邊水機嗰度，佢好深印象啦，唔使睇啊，你一世係我嘅家人，係啊，家人老師咁，哇，真係呢啲。因為呢啲嘢，我真係呢啲，我真係我自己咧係好容易俾文字同埋聲音打動人嘅，即係我係我會中意聽，即係就算而家都會中意聽電台 DJ 講嘢啦。咁同埋文字咧，我覺得係。記錄落嚟，一嚟係見到感受咯，係啦，感受咯，嗰啲字跡啦又好啦，你寫出嚟嗰啲心，誒開始講完咗啦。咁但係我想講嘅就係，其實每一個人都好有心去表達好多嘅嘢。咁啊，就算喺呢度，即係好似可能我哋講嘢唔係話特別係叻啦，因為可能有好多時候有自己好多情緒咧。而家我哋唔係做一個 show 啊嘛，因為好想大家都會感受到點解我哋會做呢件事，就係因為覺得唔想。呢件事係會遺忘咗，就算我哋自己都係會不斷咁樣湧出嚟嘅，係啊，所以我覺得係音樂係會即係希望，我好希望係好多未必認識到 Sita 嘅人都可以睇翻，我哋會放翻好多 link 出嚟啊，就算你去揾翻佢啲碟啊、啲歌嚟聽，係好有意思咯，冇錯，係啊，好啦，我哋嚟下一首歌啦，嘈啊，好唔好啊？我成日都講好多嘢阻住曬添啊，唔好咁講啦，都好攰啊，你講嘢好好聽啦。
track 嘅歌，但我覺得好正。嗯，跟住咧唱一首 hit 啲嘅咯，嗯，好啊。呢首歌咧其實都嗰陣佢一推出嘅時候咧，一聽覺得啊好特別啊，個成個曲風。跟住然後原來呢首歌係一首韓國嘅曲，去而家跟住嗰陣應該係啱啱流行韓風嘅時候咯，所以其實佢都幾前衛咯。所以佢出嚟嗰啲歌咧，其實。即係嗰段時間真係，其實佢好短時間嘅啫嘛，但係佢已經係好多人好識嘅人，唱得好啦，又靚啦，咁啊，同埋佢嗰啲歌咧，真係好有心思。就算頭先你講到話歌啦，我哋講起都係話 M V 啊，係咪啊？係真係都係 M V， 都即係呢一首歌嘅 M V 係都幾大膽，係好大膽。其實係因為即係以我可能嗰陣時睇嘅 M V 都係比較一啲即係正常啲啊，可能小清新咁樣。咁但係原來呢一首歌嘅 M V 係兩個女仔嘅一啲 kiss 啊攬啊嘅鏡頭。即係而家好大膽嘅你睇嗰啲 M V。我覺得好大膽喎、啊！你話你以前冇咁小清新喎、啊，即係你而家好大膽、啊。因為都即係唔係講我啦，即係身邊嘅人，其實身邊嘅人而家睇得越嚟越廣啦啲嘢。係啊，我都記得你以前灰姑娘嚟噶嘛。真的嘅，真系点解我哋会讲咗好多呢啲嘢？就是、因为以前细个咧识佢嘅时候咧，
即係頭先你講開話佢之前去攞冠軍啦。係啦，嗱，新秀去攞咗冠軍之後咧，咁、有一次咧，我哋啲同學仔咧就嚟同佢買個蛋糕，同佢慶祝。咁跟住咧就我哋就落咗去即係附近咁食啲嘢先啦。咁跟住你講啦，餐廳咁樣啦，跟住佢話啊唔得啊，趕住啊要翻屋企啊，媽咪催我咁。跟住我心諗啊，咁大件事慶祝喎，你去食餐飯啫喎，喺樓下咁樣。我話唔使啦，等我同你阿媽講啦。但其實佢阿媽唔識我噶嘛。跟住我俾個電話佢同阿媽咪。我话乖咗咁耐，我话坏一次啦咁样，咁但系都系好，真系你睇得好好做好奇好纯品啊，真系觉得。但系其实咧，所有呢啲历历在目啫喎，嗱就喺翻呢个课室，跟住我记得同你唱戏炉添，系啊，嗰时啊，即场唱戏啊，咁啊好有话同你庆祝嘅，简直你个 mini concert 啦嗰次。大家都有唱嘅，我记得啲学生坐晒喺度，好大扎人噶，冲上嚟帮你庆祝噶，捧晒蛋糕喺度生，咪即系我前排 send 出嚟嗰啲相咯。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全部都是一個回憶，飛飛誰唱啊？是Jason啊，是吧？是，回來先。我們飛了，不知道我們很多東西說的，只是一個talk show。好了，我們情像马戏，开心过便失忆，欣赏过便唾弃，爱你同时亦要争自己，仿似悬崖上恋爱，其实有多精彩，全凭自欺欺骗我赢得懂爱，危墙下的爱承受太多悲哀，我恨我应是是非非，到最尾决定盲目爱你，应该我是该死，不可以没有你，留言替你尽力到转黑吧，跟你悬崖上恋爱，其实有多精彩，全凭自欺欺骗我赢得到爱，危墙下的爱承受太多悲哀，我恨我应菲菲，下一首歌唱埋先讲。好，呢首《让风筝飞》。中轻轻
起起忘掉的笔记，孩提前答清楚的你现在在何地，悠悠炎夏的风吹走了你，而童年就如断线风筝一转眼就已飘远，然而自我手中永远挣脱，而在何日才像个大人平静去诀别失落时仍能学习到洒脱。天色岂会每日也明亮如晴空，一天总要领略到失望和心痛，发现昨日似风美梦也能成空，也要放下不可失控。天色不会每日也明亮如晴空，风筝该要放下了，当穿天空那裂缝，像童年远去的风景，谁也没法触碰。似河流，犹如甜水，一刻醒了，就是十年后。从前挣扎的花，心中却有。而童年就如断线风筝，一经意就已飘远，但也在我手中永远温暖。再喝一场像个大人平静去诀别激动时仍能学习到洒脱。天色岂会每日也明亮如晴空，一天总要领略到失望和心痛，当发现昨日似风美梦也能成空，也要放下不可失控。天色不会每日也明亮如晴空，要放下了，当穿天空那裂缝，像童年远去的风景，谁也没法触碰。成年也喜欢的，也可拥有，有父母亲供给所有，亦未够，未学会放手。天色岂会每日也明亮如晴空？天总要领略到失望或心痛，当发现弱势似风美梦也能成空，也要放下不可失控。天色不会每日也明亮如晴空，风筝该要放下了，当穿天空那裂缝，像童年远去的风景，梦里尚看得到。好中意呢首歌，系咧，即系好多唔觉眼而家唱翻翻好有味道嘅歌。我仲记得我第一次我哋嚟 rehearsal 嘅时候，我仲话呢首歌咧，我点听我都听唔入耳，因为可能唔系我中意嘅曲风。但系后屘再听翻嘅时候，可能因为你开始睇佢歌词啦，同埋呢首歌有一种好特别嘅魔力，淡嘅，系啊，即系佢慢慢渗入嚟嘅，好似咧慢慢注入去你嗰、那个你啲血管度咁样。同埋我留意到一样嘢就系话，点解头先留嚟后屘讲咧，就系、是、因为呢首歌其实系。suppose 好輕快、好舒服，嗯、即係好似好隨風飄擺咁樣嘅嘅音樂，好似喺沙灘度咁樣。係啦，好舒服嘅，但係唔知點解會有一種好傷感嘅感覺咧。係啊，但係好奇怪嘅。其實你睇翻Sita 嘅歌咧，嗱、我跟住落嚟，我哋唱嘅首後備。通常有啲歌咧，如果悲哀可以用 minor 嚟去寫啦咁你如果你細心睇佢咧，好得意嘅，佢好多時用 major 嘅曲風嚟去表達佢個哀傷嘅，唔係啊，好似後備又係啦，你明明 major 啊咁，但係咧佢你或者邊個唱嘅呢個？你定佢？我唱。好好啊，咁你再一路聽，好得意咯嚇，即係唔係慘嘅。但是呢是做到個悲傷的感覺的好，所以我覺得是很有味道，都是很有心思的設計，還有那個編曲人的、那個心思
因為我其實我係唔識啦，好明顯。咁但係我係都 feel 得到呢樣嘢，我係真係覺得好啊，好其實好多好多歌背後嗰啲意義都好特別啊。音樂嘅力量咁樣都係。後備啦。歌詞。好，我四下入咗，算啦。Okay。你習慣等到了，倦透的心宵，換著你伴侶偷偷再進入我亂透假居，抱著你的身軀，還會心虛，當相戀仿似有罪。是更空虚，我试过逃避你骗，失控继续想你，就似捉心你，定会输给你，难有惊喜。Let me be the one, one and only one, 没太多。计算为你多辛酸，仍然死守的眷恋。Let me be the one, though you still have someone。爱若那么残害自己生活，为何要压忍装作大方？十般不爱你就不理，但我的底线像你收香烟，随你差遣。Let me be the one, one and only one。没太多计算，为你多辛酸，仍然死守的眷恋。Still have someone， 爱若那么残害自己生活，为何要压忍装作大方？伤心失望痛哭不敢流露，承诺过若你的恋情曲终及与我未好。即使甘愿献出给你作求保，为何你在教堂中宣布想跟他到老？算多心酸，仍然需给这爱恋。Let me be the one, even just like for once。对着镜子呆望自己的歌，原来我根本不算。全部都咁慘嘅，major 嚟慘啊！慘啊！係啦，嗱，重温佢個 MTV 咧，佢後面一度都好正嘅嚇。咁佢就尖叫之後咧，靜曬個音樂，就係聽佢哒哒哒哒滴滴，咁好似讀出嚟，所以聽佢歌係好真、好抒發嘅。即係你平時教嗰啲咧？係啦係啦，嗱，引聲啊，嗰啲反比例啊嚇，咁佢又做得好足，所以好聽。平時我哋練高音咧 ，Miss 教我哋係首先你要好似講嘢咁樣嘅，講出嚟越講越高音嘅。係啊係啊。跟住如果你講出嚟，你都覺得係舒服啊，唱得到啊，咁你嘅聲就一定上到。係啦，咁啊，仲有如果呢度咧，加拉力，好有感覺咁樣。
扯下佢隔離，咁就做到個效果。咁啊，Sita 絕對做到我嘅要求嚇。咁跟住開心翻咯，好唔好啊？愛唱翻啲開心啲嘅歌，愛戀魔法啊。嗯，呢首歌俾我個感覺係好似去咗一個遊樂場，主題樂園啊。但係聽呢首歌係真係有一種輕鬆、舒服、輕鬆咯。嗯。腳摁摁叉腰，你要叉腰。好啦，交俾你。好。鬼馬呢首歌，我覺得嗰啲感覺嘛，我無啦諗到呢個形容詞，好鬼馬，好跳，好活潑，好鬼馬，好似好精，好有計咁啊，好有計咁啊，咁樣嗰啲，嗯，我想講啊，其實咧好多事咧，其實我哋都唔應該用一啲咁太過悲傷嘅嘢啦，即係特別係即係疫情啦呢幾年啦，其實我哋都好需要去換一啲心態，即係好似譬如我哋而家睇翻。咁多嘅事啦，其實好多時候我哋應該係要多啲正能量啦，去諗啦。好多時係要開心啲去面對，即係每一件事都係好有壞嘅。咁但係如果你去選擇投入多啲去好嘅嗰一面咧，咁你個人就會開心好多。但如果你一路轉入去嗰個唔開心嗰個窿嗰度咧，你就入咗個窿，你就出唔翻。吸引力法則啊，你令到我諗起呢一個 terms， 吸引力法則。即係如果你個人本身開心嘅話，其實你吸引翻嚟嘅嘢就係會一個係一個正能量咯，即係。即如果你可能處於一啲可能好負面嘅情緒嘅話，其實你一路落去，即可能我身邊近排有啲朋友失戀啦，咁即有兩個處理方法，一個咧就係好開心咁樣去面對，一個咧就係一路就喺度唔開心，係啦，唔開心，但係其實你。
其實人生係應該開心噶嘛，即係我自己係咁。今朝有酒今朝醉，活在當下呢，係啦咁樣咯。你係斯文派嘅，睇下只活在當下，但係我係話今朝有酒今朝醉。即係其實好多時咧，我哋一開始係感動啊，會好多眼濕濕啊，即係望到大家啲眼嗰啲紅血絲都出嚟噶啦。但係真係其實即係講係個音樂，真係會令到人哋調整心情咯。即係你唱咗頭先首《愛的魔法》之後，即係成個人咧會輕鬆咗，真係會有啲。你係咪要跳舞啦？排翻隻舞先。即係咁，如果係。咁樣開心，我覺得我哋應該繼續開心落去咯。冇錯，同埋要將即係其實愛嘅宣揚咯。其實疫情咧，睇到啲報紙咧，都有好多好好嘅嘢嘅。即係有啲哇，又要即係幫手送物資啊，啲義工啊，即係都唔怕自己被傳染啊。即係都係好多好多好好好嘅嘢嘅。要感恩咯，所以我哋可以有好多方式啦。譬如我哋講音樂啦，你唱歌又好，唔唱歌，就算你聽歌都好啦，一定要揾到自己嘅解決方法咯。咁啊，個人就會。舒服好多啦，舒緩好多啦，咁啊，希望大家都可以 keep 住呢個心情啦。又一開始可能我哋係比較安靜少少，係大家係緊張，唔係嗰啲緊張，唔係嗰啲緊張啊。即係個意思係大家係集中啲，會可能會諗住一啲難過少嘅回憶啦。但係我哋都希望大家係開開心心咁樣結尾嘅。咁我哋結尾一首歌，不如都唱換首開心歌啦。Let me find love. Let us find love.我阿叔幾個叻啊！你係啱嘅，但係佢嘅意思係好啊，我嘅 good。好，我唔彈前奏啦。Okay. 聲音多震動， yeah, 哇！你全部都好似上一堂咁啊！係啦，好準備，一二三四。聲音多震動也未夠響，閃燈多漂亮也未夠想像，沒法鎖定那真相，用愛爭奪理想。纵没中奖，真心的对待，爱便会膨胀，成就高低已收扬，能让爱活出方向。呜呜，世界角落，揸咁两个花，继续。我哋当上堂，而家都要当上堂，系三次嘛，系嘛？呢个一二三，第一个。信任有了爱不会伤痕。Let me find love, Let me find love, 力量大小不紧要，你用耐心的呼叫。Let me find love. 1, 2, 3, 4. 字量飘散着四面八方，饥荒跟恶疾报道里透风，无论多黑暗境况，能用爱去活出抵抗。切记放下以往，要世界将爱释放。Let me find呢首歌咧，我哋真系平时上堂系真系咁样嘅，我哋恶啲，平时上堂恶啲，恶嘅串啫，系咪？因为 Miss 其实真系好好玩嘅，即系当然系佢系纵容我啦，即系我都系得寸进尺嘅人啦，即系呢个大家庭真系好欢乐咯，即系我，所以我真系好希望咧，当我哋有机会嘅疫情再过去嘅时候咧。我哋要搞多啲聚會啦，新舊學生，你諗下，其實我已經係好即係冇留喺香港最好多年啦。
今日已經去咗內地噶啦。唔係因為今次我都未必見到。係咯，即係所以即係今次係造就咗呢件事咯。其實我哋真係唔係故意安排嘅，即係無啦啦講開嘅啫。係出嚟食餐飯咁啊講開啫。咁然後第一時間當時就諗起你啦。係咩？真係因為其實有啲人選咁啊，咁但係另外嗰啲唔知即係可能。我當時仲要話我咦，我同Lillian有冇唱過歌咧？咁啊，然後同Miss其實一開始我哋兩個人食飯嘅時候已經講開呢單嘢噶啦，跟住佢哋揾得翻，跟住一揾，跟住然後你就覆啦，因為你知你不嬲都係遲覆 message 算唔係嗰啲人嚟噶嘛。係咯，我唔係我見到，但係我成機筒喺度咧 ，Andy 都好搞笑。我有福噶，有福，不过迟半日咁样咯。唔系去谂下接唔接受呢个挑战啫。唔系啊，呢个系我一见到，跟住我就话好。劲快福咯，真系呢个劲快，呢个真系好快嘅，你九秒九啊，你快过音乐，你快过奥运啊，你话你。我是短跑定长跑？我不知道你平时望过奥巴马啦，总之但你今次真系快过奥运选手一百米冲刺咁啊！系啊，总之我希望真系疫情快过啦，好多即系聚会好想即系见，大家一起见翻啲同学。我都好想啊，系咯，因为其实每一次走咗之后咧，都不知道几时会再翻嚟咁样聚会啦，因为同时可能。平時因為大家可能各有各忙啦，有好多人啊，譬如屋企人啊、朋友啊，自己分享啊，即係分配時間啊咁樣分享。你想分享啲咩？都係分享嘅，因為都好想知道佢，都好想知道佢即係呢三年喺國內有做啲乜嘢啊？係啊，咁啊，大家都即係總之好多嘢都會想講啦。即係其實我哋如果咁樣講落去咧，即係講到2046年之爆止啦。咁但係即係。希望可以多啲機會啦。所以而家其實我哋講到嘅就係，我哋可能係借助呢個時候啊，大家咁樣聚出嚟，大家好多其實將你嘅開心或者就算哪怕係你嘅憤怒啊，都可以咁樣表達出嚟。當有機會嘅時候，我覺得大家真係可以聚埋一齊嘻哈咁樣玩，幾開心啊！嗬，所以披頭散髮咁啊，唱歌就真係排舞得到時候。好啊，好啊，係嘛？其實真係可以搞啲 show 噶，即係我覺得我哋大家可以，即係我哋同學咁樣玩啫嘛，係嘛？即係同埋金浪嘅同學仔咧，我都知係乖嘅，咁一定都會睇嘅。同埋我哋今次係第三集啦，咁啊之後可能一路都會安排好多唔同嘅同學咯。即係呢啲咪就係。一個好的老師怎樣給機會他的學生，即剛才我講的這些暑期工，我們去酒店唱歌啊，或者他會介紹一些機會啦，即大大小小是的，會給很多機會。我是希望你們用了在學唱歌的錢可以賺得回來。還有他為什麼會搞那麼多那些 show， 其實他是給機會學生上台唱歌而已，因為他一個習慣呢就是可能佢我哋會有一啲出咗道家庭時會唱歌啦。就算你係啱啱學唱歌都好，咁佢都會可能將佢哋 group 埋一個 group 咁樣啦。然後大家可能每人負責一個部分，令你知道其實當你喺每一個位置，你都係有你自己嘅重要性嘅。講得好好。呢個真係機會。其實我哋點解要咁辛苦做嘢啊、努力生活啊？其實都係為咗多啲選擇、多啲機會啫嘛。咁所以我覺得，若果你都係喜歡音樂，你又可以即係得閒，我哋可以多啲交流下，即係唔一定話淨係金浪嘅人先至可以交流嘅。因為我覺得我哋其實可以做啲 live show 啦，有啲節目，就算係好似我哋而家錄影咁樣都好啦。有啲咩意見，大家可以講去溝通，即係好嘅壞嘅，我覺得係冇蝕底咯。即係大家可以去互動咯，即係同埋好想多啲人知道，其實而家唔係話要鋪排啲咩，要 sell 啲咩，但係純粹想大家知道其實。即音樂一起分享是很開心的一件事的，所以希望就算是金浪或者金樂以外的同學仔即都可以不是同學仔不知道說什麼金浪以外的朋友仔即大家都可以互相交流咯，即就算你過來肥我兩下踩我兩下我都會覺得有互動，是愛來的，是愛，即是有互動的分享。其實為什麼這些是互動分享，是不是又說，你現在是不是過了時了，不怕你說完先，即是互動分享。其實我想說一件事呢，我剛才一直很想想想不到為什麼會覺得人們覺得有讚有彈都開心呢，其實我們做很多事的事呢是想得到別人的回應而已，即好像我傳個 message 給你都是想你看到覆、我看到了，即 不是要你覆一篇報紙給我，但其實我們做每一個行為都想你知道，就算我現在說唱一首歌，就算我走音了或者是有失誤了，你告訴我聽有失誤，其實對我的好處都是有的嘛，所以其實這個回應這個安慰是很重要，我覺得我們要多些去譬如包容啊、寬恕啊，或者
即係好似 Miss 咁樣俾多啲機會，就算學生啊、員工啊，或者唔同嘅人啊，都應該。我哋而家變咗好似嗰啲，你企咗喺宇宙度同大家講嘢。如果佢，但我真係我望到佢就諗到呢啲嘢，真係冇嘅。你真係怪唔到你怪佢啦，你真係怪，真係覺得好開心咯。嗯，係啦，總之咧有機會我哋就唱歌啦，乜都唔使諗啊，咩政治乜都唔使，唱歌，音樂係無敵嘅。啊、我都記得 Miss 話係呢個疫情咧，咪好多負能量，唱歌就冇事噶啦咁樣。原來自己會笑啊嘛，講完之後。係啊，真係。你都係戴住個，而家戴住眼鏡。咁點啊？收線未？收線啦，收線啦，咁啊，咁我哋有機會下次再見啦。係啊，好快好快嘅，下次再見。係啦，好啊，就下次再見啦。咁啊，睇下下集係邊個啦？誒，到時再公佈啦。係啊。總之啊，有啲乜嘢咧，你都可以喺。會 post 喺 Facebook 噶嘛，係咪啊？係係，各個 platform 都會有㗎。係啦，咁啊 YouTube 啊 Facebook 啊，諸如此類各種各樣啦，是但啦。咁啊，大家都可以留言啦，或者你哋諗到啲咩新嘅玩法，你想同金浪互動、同學仔、老師係互動，你都可以提出嘅。因為其實我覺得呢啲好死嘅啫。你如果有啲咩想做、想試，甚至你有啲咩條件要求，你都可以大膽講出嚟。因為佢哋嘅客戶服務主任咧，係真係會好熱心回覆嘅。嗱，咁你升咗客戶，唔係我，唔係我啊。但係我知道客戶服務主任嘅同事係好熱心回覆，即係覺得人係要多啲溝通、多啲互動㗎。咁、所以大家有啲咩意見咧，就可以。問題啊、意見啊，全部都可以講出嚟啦。係啦，咁啊，希望當我哋之後係開放翻嘅時候咧，我哋可以做啲 live 啊，咁啊可以實時可以睇到大家嘅留言意見，大家再揾啲嘢嚟玩啦。好，咁啊，今日係咁先啦。好多謝曬 Jason 同埋 Lillian， 係啦，多謝 Andy 啦，多謝 Andy， 幕後嘅，好啦，拜拜。